连燕秋在对抗病魔的过程中，亲情是支撑他的最大力量。今天燕秋特别穿上白纱礼服上台演唱，希望可以陪伴儿子白头到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桃园的连燕秋。你是？你是二。我们今天特别带来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桃园美酒》。那这首歌是要特别送给安安，因为安安知道妈妈生病，然后就会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那么早上天堂好不好？”我就跟她说：“你放心，妈妈会一直牵着你的手，到你长大，到我们老，好不好？”所以特别带来这首歌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我们要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 ，Give me five， 亲一个。看他在彩排的时候，我泪流满面。我觉得燕秋，你跟儿子唱歌的那个情境感动，深深感动到我。因为我觉得你对生命的态度，你这么珍惜生命，然后你这么爱你的儿子，对，那个画面真的好好感动我。谢谢。这一组是漂亮的三位妈妈，志碧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奖评？我觉得那个燕秋啊，真的就是唱出平凡的幸福滋味，然后他的嘴型都是一直在笑，然后让人家觉得听起来哇，就是很幸福的感觉。然后嘉玲为什么哭了？我太感动了，真的。第三组哈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就好幸福哦。然后那个吴玉洵的话，我觉得你的老公应该也很幸福，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老婆一定很辣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谢谢。然后那个廖嘉玲的话，我觉得你基本上唱歌会让人家觉得很愉快，不过这首歌对你来说有点太低，就是低音会低不下去。燕秋，我要表达对你的应该是说敬佩了。就说其实你已经赢得你一样比赛选手的尊敬。你看那个嘉玲已经哭成这样，因为我觉得你今天用了一个非常有创意跟想法，而且你选了一个非常感动的歌。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的过程是你在抗癌，你最舍不得就是你的 baby， 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牵着他的手，然后你看虽然路途有风有雨，但是我们敢弯哈，所以加油好不好？谢谢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人生，这我觉得这个舞台只是一个表演的一个比赛的舞台，但人生这个舞台你一定要再坚持下去，好不好？好，为了你的孩子活得更加的开心。我会加油。谢谢。谢谢国伦老师。我们三位漂亮妈妈请就位。五位评审老师请投票。
的暂时失败区去加油啊，燕秋，谢谢。安安，你知不知道你过关了？嗯。是因为你的功劳吗？还是妈妈唱得好？还是因为你的帅？我的帅吧。你答对了，恭喜你跟妈妈一起进入我们的21强过